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八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263页第六行啊，第六行看起。又佛所说者，通明为经，故题中经之一字是通明。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，这14个字是本经独具的别名啊，没有重复的，这叫别啊。注经列名，不利人发育，这是说佛经的经体来由啊，它有规矩的。如果不合乎这个规矩，那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如果真正是佛说的经呢，一定符合这七个原则，这叫七种立体。他用人、法、欲，欲是比喻，或单呢，或福，获得七类，啊，获得七类，单的是一个，啊，单一者，三，单人、单法、单欲。啊，单人阿弥陀经，阿弥陀是人，这经体里头没有法，没有比喻。啊，单法呢，大般若经，般若是法，这个里头没有人，没有比喻。啊，单单比喻的，比如梵网经，梵网是比喻。经体里头没有人，没有法，这叫三单。啊，第二类呢，福啊，福就是福二，是两个人法。文殊问般若经，文殊是人，问般若是法，这里头没有比喻啊，这个经体里有人有法啊，没有比喻。那第二种呢，法喻
像妙法莲华经，妙法是法，莲花是比喻，这个体里头没有人。那第三种呢，人欲列体，菩萨璎珞境。菩萨是人，璎珞是比喻。啊，这个里头啊没有法。最后一种啊叫具足，人法欲三种通通有。啊，譬如大方广佛华严经，佛是人，大方广是法，华严是比喻，啊，人法欲全具足了。那么七种立体当中，我们这部经，经题一共十五个字，人法欲通通具足。那我们看念老的原文，那就是长行倒数第三行，啊，解经本经体，我们这部经体也具足人法语，题中的佛字表此土果人，啊，无量寿佛呢是极乐世界的果人，正果的人，啊，这个果是正果的人，没有正果不能用这个。在佛法里头，果人有大乘有小乘，啊，小乘阿罗汉，小乘证得果，啊，佛是大乘的果，啊，这叫正果之人。无量寿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果人。啊，这个题中啊，具足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的两尊佛，这是人名，所以他有人。啊，题中啊，庄严清净平等觉这七个字是法，大乘是比喻，啊，乘者车也。此经呢，可以运载无量众生，贤达宝所，宝所是比喻，啊，宝是极乐，啊，比喻极乐，如《法华经》的大白牛车，故以大乘为比喻。啊，所以这个经题里头，人法欲通通具足。啊，这是这一段呢，是佛学常识。一切经的经题，总离不开这个原则。啊，叫七种立体。底下这一段，注经借据教行理，啊，教是教学，给我们讲道理，讲事实真相，行是修行。啊，理是原理，啊，所以我们也要晓得本经题中别具的教行理，
佛说大乘是教，依无量寿经的理体，学众生本具的大解。第二，庄严清净平等觉，这是心。一句弥陀，庄严自信，清净自信，啊，这一句很重要。第三，无量寿舍利，表三机一如，涅槃常住的法身本体，就是众生本具的佛性。是心是佛的本性，实际离体。啊，下面是念老的原文。解，住经戒举，教行理。这一切经都有，如果经里头这三个字没有，或者是缺少一个、缺少两个，这就不是真经。啊，真正佛所说的经，无论大小，啊，阿含经里面最短的只有几行，虽然几行啊，也具足教行理。这三章事情啊，本理立教啊，这个教学从哪来的？依据什么？他从依一个道理，这个道理是真如，是自性，一切经都是从自性里面流出来的。依教修行，从心行理，行理就是真的。啊，我们一般讲真火，啊，其如理的境界。住家实体啊，住劫这一些大德，他们解释经体，虚名本经体中别居之教行理啊，那就是专就本经，本经教讲什么，行讲什么，理讲什么。这要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啊，那么专就本经，则佛说大乘是教啊，这部经不是小乘，是大乘。庄严清净平等觉，这是行，行是修行啊，无量寿啊是理，无量寿代表三机一如，涅槃常住的法身本体啊，无量寿三机，过去现在未来啊，三机是一，一机是三，三机是一，就是说的涅槃常住的法身本体。佛有三身，法身是根本。我们每一个众生，在众生分上呢，叫佛性。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
这是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。啊，你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？是因为你们迷失了自信，啊，就变成众生了。记住，是迷失了，不是真正没有了。啊，那我们要觉悟了呢？觉悟了就又回到佛性，啊，那就叫正果成佛了。佛教学的目的是帮助你回归自信，帮助你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。究竟圆满的佛果是你自信本有的，不是从外来的。那佛法是平等法，啊，众生跟佛是一体，啊，这个道理总要懂得。如果不懂啊，这个佛经教你就不能够切入啊，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众生跟佛没有两样，众生是迷惑的佛，迷了自信的佛，佛呢是觉悟了自信的众生啊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这说的比较亲切，大家容易懂。啊，他跟其他宗教不一样。啊，佛法里面没有神。佛法承认有神，神是六道众生。啊，有天神，有鬼神。这六道里头的，啊，有色界天，有欲界天，啊，鬼神里面有地狱，有恶鬼，啊，他都是众生，都是迷了自信，才变成这个样子的，啊，我们总得要搞清楚啊，搞明白。本经所依的啊，是阿弥陀佛化身本体，也就是众生本具的佛性啊。在佛化身，我们称为化身本体，在我们现在迷惑颠倒六道众生身上，就称之为本具的佛性啊，是性，是佛的本性。这就是给你说明道理的啊，净宗所依的就是世尊在观经上说的两句话，世心是佛，世心作佛，世心是佛是你的本性，世心作佛呢，希望你现在能够回头，不要再迷惑了啊，一回头回到本心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人人都能成佛，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回头。诸佛菩萨，他们的本愿，他们的本怀，是希望一切众生早早回头。这个法门是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里面一个特殊的法门。啊，你要遇到这个，那真正是太幸运了。啊，遇到这个，明白道理，懂得方法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，而且是当生成就，不要等到来生后世。啊，这一生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，往生极乐世界等于成佛啊！因为极乐世界无量寿，你在极乐世界跟着阿弥陀佛修行，决定成佛，而且很快速的成佛。
学习必须要依靠经典。无量寿经在中国有9个本子，每一个本子都好，你自己去看，你喜欢哪个本子就选择哪个本子。本子优劣，个人喜爱不一样。9个本子讲修行的道理是一样的，讲修行的方法也是一样的。翻译的人不一样，当然翻译的文字就不相同。有些人翻得很好的，看起来很舒服很流畅。有些人翻得比较艰涩，因为他从梵文翻过来的。梵文的文法跟中国不相同。所以有些翻译本子保存着有梵文文法的形式在那里。这是我们从9个版本里面呢可以看到的。那么这个汇集本是最近会议的。中日战争抗战之前，夏利研究老居士发现重新做一个汇集本，也就是过去几种汇集本都有瑕疵，不能算是完美的。那么他用了10年的时间，把古人所挑剔的那些处所完全避开了，完全改正了，成就啊这一个汇集本。去年南阳来佛寺112岁的老和尚，海贤老法师，往生为我们做证明，他的表法就是为我们做证明，证明这个本子是真经，不是假的，证明黄念祖老居士脊柱，他用了83部经论，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来为这一部经做注解。这个注解字字句句是佛祖所说的，可靠，没有问题。第三个证明，我们最近这10几年依照这个经，依照这个注解修行，没有错误。我知道这10几年当中依照这部经修行往生的不少，瑞香稀有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些往生人给我们做正传证明，像贤公老和尚为我们证明极乐世界真有，阿弥陀佛真有，信愿持名真的能往生。他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。这个人见阿弥陀佛不止一次。你细心去看着光碟，你能看出来。他的善根福德是稀有的，没有人能跟他比。善根是什么？老实、听话、正干。福德，真诚。
恭敬，心地清净，他有清净平等心，这福德了。具足这个条件，他的师父也是了不起的人，传戒法师。有慧眼呐，一看就看中他了。他没有念过书，不认识字，但是这个老实人呐，太难得了。读书识字的人很多，未见得老实。老实人难找，这叫法器，在佛门叫根熟的法器。为什么呢？他要是摸到门路，他一定成就，而且大成就。所以老和尚只叫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叫他一直念下去。他真乖，真听话。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，你要问他念佛的功夫，我从光碟上看到，他念到理一心不乱，经历功夫成片，事一心不乱，理一心不乱，理一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所以他说，我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知道就是开悟了。不开悟做不到啊，开悟什么都知道，就是不熟。一生名闻利养，别人都不占了。没有做过金蝉佛寺，没有做过任何法会。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始终听老师的话。净土法门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容易。他念到功夫成片，应该什么时候？他20岁出家，剃度，师父传他这个法门。像他这种善根福德，我估计3年，功夫成片。你看看，地贤老和尚的徒弟郭罗匠。也是不认识字，老和尚只传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叫他一直念下去。锅炉匠有这个善根，就是老实听话真干，他念了3年站着往生，欲知是知。往生前一天看看他一些老朋友，家亲眷属看看，第二天他走了，没告诉任何一个人。自己念佛往生不需要助念的，真真不可思议，这就是我们好榜样啊！男女老少，贤愚不肖，只要有这个条件，老实听话真干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那么3年功夫成片就能往生了。为什么他要活到112岁？20几岁他就有能力往生了。阿弥陀佛慈悲。不是对他慈悲，对我们慈悲，叫他表法，留在人世间，做一个念佛的好榜样。念佛求往生，一定学他就对了。所以他住这么多年，
啊，念佛住了90年，都是替我们做榜样的，做样子给我们看的。那是一部活的无量寿经，活的阿弥陀经。经里面所说的道理，所说的方法，所说的境界，他在生活上做给我们看，在工作上做给我们看，啊，处世待人接物，他把无量寿经合作这活学活用啊，学活了啊，啊，所以我估计他得事业心不乱，应该在20几岁的时候。得理业心不乱，一定在30几岁、40前后就大彻大悟了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他往生极乐世界，十报庄严土啊！啊，我估计他的寿命应该只有70-80岁啊。延到112岁，完全是表法，表什么法？表下莲居老居士的会集本。在这个时候有灾难，有很多人反对，有很多人批评，有很多人学了之后退心。啊，听到外面这么多话了，不敢学了，他就等这一本书的出现。这个书就是《若要佛法心，唯有僧参僧》啊，就等这部书。这部书就是证明这三桩事情：汇集本是真经，注解是真法。啊，没有问题。依照这部经，这个注解修行是正确的，不是错误的。他就来帮我做这个证。啊，你看，他拿到这部书，无量的欢喜啊！大概是阿弥陀佛告诉他，什么时候你能往生呢？你拿到这部书，你就能往生了。啊，所以有4个居士拿到这本书啊。就送给他老人家，他老人家不认识字了，问他这什么书啊？这个书名啊叫《若要佛法心啊，唯有僧参僧》。他一听到这个经这个书的名字，非常欢喜，非常高兴，啊，穿袍大衣捧在手上，主动要求你们给我照相。表这个法来的 啊，这个法一表，你看3天之后他老人家就走了啊，他告诉别人，老佛爷告诉我了，老佛爷来接我走了啊。所以这个光碟，我劝导诸位同学每一天看3遍，念阿弥陀佛10000声啊，这个光碟只有50多分钟啊，每一天用3个小时看3遍，10000声佛号大概2个小时，每一天修行5个小时，不可以中断。1年之后，你决定得生净土。啊，那么你如果你要发愿，我在这个世界所有一切苦难我愿意承受，待众生苦我也做表法做好样子，阿弥陀佛会延长你的寿命啊，这是使我们寿命到了，会延长寿命啊，这个功德无量无边的。
前几个星期，我们听到辽宁一个13岁的女孩念佛往生，从闻佛法到往生2个月，60天，真往生了，见佛往生了。早些年我们听到有个10岁的小女孩念佛往生，这个10岁小女孩很聪明，她家里幸福，父母幸福，爸爸给她说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她一心向往，这么好的地方，想去。问父亲怎么样才能去？爸爸叫他念阿弥陀佛，他念了3年，10岁。欲知是指没有生病往生的头一天告诉他爸爸，明天阿弥陀佛接我的回老家，要求爸爸把他的亲朋好友请到家里来看他往生。第二天真走了。不是假的，千真万确的事实，不难去。一定要懂得道理。这有无量寿经的好处，把极乐世界的历史，把极乐世界所依据的理论修行的方法，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，讲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学经教目的是什么？认识极乐世界。你真正认识明白了，你向往极乐世界，真想去真想去这个念头就真能去。欧益大师说得好，能不能往生在信愿之有，我有信，我真相信，一点怀疑都没有，我真愿意去往生极乐世界，条件就具足了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下，那是我们念佛功夫的前身，不是多少。念佛功夫前身是说什么？你是不是真心念？你是不是真想往生念？如果是真心真想往生，很快真的如愿以偿。宋朝迎科法师只念佛3天3夜就成功了。真的是弥陀经上所说的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他3天成功。那我们念佛所以不能往生，是这个世界放不下了，情执放不下，名闻利养放不下，只要有一桩事情放不下，你就去不了。度众生的事情也要放下。我念佛功夫成熟了，那不放下，不放下就是表法，自己真有把握，决定得生，什么时候往生都可以，往生自在，这才可以留在世间表法。如果自己往生都成问题，你表什么法？你表的那个法，念了一辈子佛，最后还去搞六道轮回，这就错了。
完全错了。那我们学经教的目的是做什么？认识我们娑婆世界，认识西方极乐世界，附带的也认识了十方诸佛刹土，我们才会真正选择极乐世界。啊，除极乐世界之外，哪里我都不想去。啊，理论的依据是众生本具的佛性，就是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所证得的化身本体。啊，所以判熟于理，啊，这从理上讲，啊，真正是实际立体。那么《大乘无量寿经》讲三个真实。实际立体，真实智慧，真实利益，讲三个。这一切经里头讲三个真实的少啊。啊，可知道这一部经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部经。啊，这个本子不经过海贤老和尚的表法，我们不敢说第一经了。经过老和尚这一表法，我们就踏实了，肯定了，这是一切佛度众生第一部经。那我这才把所有经教统统放下。啊，年岁大了，我怕时间来不及了。晚年专学这一部经，每一天读诵，跟大家在一起分享。啊，专念这部经，专念这一句佛号，决定求生净土。啊，那么佛说大乘是教，就是依此无量寿的理体，这指大乘为比喻，为宣说众生本具的大乘。啊，这个经从哪里来的？自信流出来，谁的自信？自己的自信。所以把这个判断为教啊，意思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那么又从教起行，下文里头庄严清净平等觉。啊，这是佛陀教化众生的妙心。庄严清净平等觉落实在一句佛号，念这一句佛号就是修庄严清净平等觉。这个意思深呢，这是全经的总纲领。我们凭什么往生？就凭这一句七个字啊，庄严清净平等觉。庄严是美好的基础啊，这种庄严从哪里来的？从清净平等觉来。那清净平等觉是心，庄严是我们的外表相。
啊，老和尚给我们实现，你看他112岁，让人家羡慕在哪里呢？不是他的年岁大，是他的精神体力跟年轻人一样，这真叫人羡慕啊，那叫庄严呐！啊，体力、思想的敏捷，换一句话说，他的机能完全没有衰退呀。啊，112岁呀，像30、40岁的人一样，还爬树。啊，庙门口有一棵柿子树，果实结熟了。啊，一些信徒去当年就看他，他送他们出来，哎呦，看到树上柿子熟了，啊，搬个小楼梯爬到树上，带个箩筐，啊，折了一箩筐下来分送给大家。112岁的人啊，啊，这叫人羡慕啊！啊，70以上的人呢，都做不到了。他还那么灵光啊！往生的当天，他在田里干了一天活，啊，从早到晚浇水、拔草、整地，啊，干到天黑。啊，看到的人说老和尚天黑了，可以休息了。啊，他怎么说呢？好，快好了，马上就好了。好了以后我就不干了。啊，没有想到他那天晚上走了。啊，大家想想老和尚这个说话的口气，当时听了没有在意。啊，这是欲知是知，这是最后的表法。啊，真的，活一天干一天，活一个小时干一个小时，这么圆满。啊，临走了还不休息，做给大家看了。真的是稀有难逢啊。啊，这叫表法。啊，精神体力跟年轻人一样，这叫庄严。啊，他这个庄严从哪里来的？他的心正到了清净平等觉，清净心没有染污，阿罗汉、辟支佛正等。平等心，菩萨正等的觉，觉是大彻大悟，化身菩萨正等的那个相，怎么会不庄严？啊，当然庄严了。啊，你看到他的人身相庄严。他的小庙虽然在穷乡僻野，啊，没人瞧得起，破旧的小庙，你仔细去观察，干干净净，那就是庄严。啊，住在那里舒适啊。老和尚勤劳啊，整齐清洁，这是他的劳作做出来的。那如果再仔细观察他所种的那些地，
菩萨种植的，我没去看过，我能想得到。啊，他所种的这些粮食、水果、蔬菜，肯定比别的人好。为什么？他是清净平等觉种出来的，境随心转的。啊，我们自己也在干。啊，澳洲我们有土地，我们菜园里面种的蔬菜，确实比超级市场卖的好。那为什么？种植的人是一些出家人吗？心好吗？没有妄想杂念。啊，他们的种植的要用农药，我们没有。我们养这些小虫，养小鸟，啊，养小虫。我们的菜园划了一个小区，那个小区专门供养小虫的，所以你到那里去看，那个菜叶都被小虫吃了，啊，隔壁，啊，隔。一两尺的地，隔壁一个小虫都没有。啊，鸟吃水果，啊，我们水果不必要人工去剥去预防，不需要，指定几棵树，那几棵树上的水果鸟可以吃，没有指定的它不可以吃，要留给我们。小虫小鸟跟我们能沟通啊。听话了啊！我们的农地，我们的菜园都放佛号，让他们都听阿弥陀佛。我们有时候给他做简单的开示，劝导大家啊，要脱离畜生身啊，要发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不要再搞六道轮回。这些小虫小鸟通通听了。啊，蚂蚁蟑螂跟我们都合作。啊，我们他要吃这种球，每天喂他，在院子里喂他，他不进我们房间里面来。啊，这些小动物听话。让我们非常感动，我们大家和睦相处，我们都是同参道友，啊，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作合作，啊，真的同了。啊，所以有教，有行。从教起行啊，所以庄严清净平等觉就是佛所教化的妙行，完全落实在一句、啊、阿弥陀佛啊，这是海贤老和尚以92年的长时间为我们实现啊。表演给我们看了，我们应该放下万缘啊，教理不清楚，有疑惑，劝你听经，没有疑惑了，经都不要听了，听经干什么？啊，通通落在一句佛号，啊，这一句佛号，庄严自心，庄严自身。庄严道场，啊，要把经教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，活的不是死的。
啊，这叫真修。所以，一知庄严自性，清净自性，世界依教修行，不加方便，自得行开。啊，不需要用任何的方法。啊，用什么方法？哪有一句佛号这么简单，这么干脆？啊，自得行开，着重在自得。啊，自自然然，心开悟了，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了。啊，不假设，不需要借任何方法，就跟老和尚示现的完全相同。老和尚一生佛号不离口，啊，他不出声，他说了，他生活佛号没间断，工作不间断，待人接物都不间断，心里头默念的，啊，能随一切缘，不着一切相，啊，因为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做给人看。要老实，要本分。啊，他能不能把来佛寺建一个大庙？难呐，不是不能呐。那为什么不干？操心呐，会带来很多妄想，带来很多杂念，带来很多麻烦。不如乡间小茅棚、小庙，外面丝毫干扰没有，心地清净平等就。啊，所以一生给我们做榜样，持戒念佛，啊，吃的是苦，穿的是布，92年。没有拐弯，就是没有掺杂别的法门，就是不加方便，一门深入。啊，每一天法喜充满，啊，一切时一切处，你看到老人面带笑容，欢喜啊。他们有烦恼啊，他们有欲望。小庙里头没有供养，啊，他也没有进参佛寺，不做法会，啊，就一句佛号，没有信徒，没有供养，生活靠自己农耕，啊，他非常勤快，又有体力。啊，体力甚至于年轻人都比不上他。啊，有没有神通啊？有，真有神通。啊，他现神通，你不知道。啊，等到你知道了，问他，他不告诉你。啊，他不承认。妙极了啊！啊，这叫老实啊！这叫真干呐！啊，何必要人知道？啊，到你知道的时候，他已经
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所以不加方便，自得心开，原显本具之平等觉。啊，我们本性、本自具足的平等觉，就在老和尚点点滴滴。啊，从早到晚，你细心观察，你就看出来了。这是以形显理。啊，又得往生者，无生人呐、啊，从体起用啊。这是得到了，你真往生了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就无生人。这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的。啊，无生人是什么呢？无生人就是阿惟越智。化身菩萨啊，圆正三不退，叫阿惟越智啊。第一个位不退，位不退是阿罗汉证得的，行不退是菩萨证得的，念不退呀是化身菩萨证得的啊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十报图里面的菩萨啊。华严经说41位化身大士诸报图，诸报图念不退啊，啊，念念的不舍无上菩提。无上菩提是华严经上讲的妙觉如来，在等觉之上。那41位是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觉。啊，华严语言教41位化身大士。啊，证得无生人的是七地菩萨。52个阶级，七地是最上面的，往下面数第六个等级。啊，要往上数呢，它是第47个。啊，从初心为实心实住实行啊，实回向实地啊，实地里面52个位次的时候，算起来是52个位次里头第47个，这么高的境界。念佛人可以在一生当中证得啊，要像海贤老和尚这样用功，他一生就一句佛号，除一句佛号什么都没有啊，他到这个境界了。你细心去观察，他生活在六波罗蜜里头，啊，我们敬宗
希望我们能做到的。三福他做到了，六合他做到了，三学他做到了，六波罗蜜他做到了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他也做到了。具足菩萨大德大行，五无生人从体起用啊！那么再以这个作用，作用就是平等普度一切众生啊！他叫人就一句话：好好念佛。其他啥都是假的，无论见什么人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场合，他就是这一句平等普度一切众生啊。众生如果听懂了依教奉行，这一生必定往生啊。那么凡是不能往生的，可以说一句话，都是不老实啊，自己的妄想多，杂念多啊，主意多，错了啊。注意想想，我们这几年为什么华严法放下了，一切经教都不学了，就一部无量寿经，妄想少啊，杂念少啊，什么活动我都不参加了。念佛要分秒必争啊，分分钟是阿弥陀佛，秒秒钟都是阿弥陀佛，一秒钟念一句佛号啊，这一秒钟没有空过啊，这一秒钟打妄想就错了啊。为什么不好好念佛？我们只有一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，只有一个目标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放下，什么都要放下。往生净土，同证大觉。佛是从心显理所以仙公老和尚慈悲到基础啊，在这个时候做个念佛人的样子给我们看，好榜样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个第五段看念老的原文。若以经体配三大，三大是体相用，那么无量寿是体大，清净庄严是相大，平等觉是用大。这里头具足了三大，一汉译无量清净觉，即阿弥陀佛意，意思就是阿弥陀佛。
更可以本经本经体配三觉，无量寿佛是我本觉。我们学佛求生净土，一定要完全肯定这一句话啊，不要不敢当，那你就错了。阿弥陀佛确实是我的本觉，我的本觉就叫无量寿佛，我的本觉是无量寿佛，我怎么不能成佛？不但成佛，成无量寿佛啊，回归本觉吗？啊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庄严自心呢？这叫实觉，开始觉悟。什么叫发菩提心？我相信阿弥陀佛所说的话真的，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话不欺骗我啊！娑婆世界西方决定有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里面决定有阿弥陀佛，我不怀疑，我相信，我想去，这就叫发菩提心啊，真想去了，那要一向转念，记住一个方向，专念阿弥陀佛，不能夹杂妄想，不能有妄有杂念啊，用清净心去念佛，用平等心去念佛，这就对了，这就是你开始觉悟。你把阿弥陀佛忘掉了，丢掉了，你又迷了。我们现在每天就几次，迷多少次，什么时候想起来阿弥陀佛就了，阿弥陀佛丢掉了就迷了。所以自己要清楚，细心去观察，我这一天24小时多少时间就多少时间在迷，自己要发奋，自己要用功，我的觉的时间能超过迷的时间就有进步，迷的时间超过觉的时间我们就退转了。我们要争取，不要争取这个世界的名闻利养，是假的，我们要争取极乐世界的品位啊，真念佛念念不舍，品位上升，我们就争这个啊，这是真的啊。实觉和本觉，直去就进去，究竟觉就是成佛，就是体中的清净平等觉，圆满正德。啊，清净平等就是修德，修德和心德。啊，修成功了就是心德，圆满的心情。啊，幕后这一段又可以解为平等觉是我本觉，齐心念佛一字庄严是为实觉，实本不离，直取觉路，顿入极光，真无量寿，如是则平等觉是我因性，无量寿是我果觉。这把因果说出来了啊，我的因性是平等觉，我的果德呢是无量寿，
那无量寿在哪里？在常寂光，顿入极光啊，人证无量寿啊！啊，这是一条，这一段这个几句话，这四行。啊，前面这个方体字是我揭露的，啊，更简单，这三行是我们发心修行正果的一条成佛大道，啊，十本不离，你才能够直取觉路，顿入极光。真的无量寿，这是真正无量寿啊！这就是常寂光净土。常寂光净土里头不生不灭，没有生灭啊，回归极光。极光在哪里？极光不是物质，没有物质现象，也没有精神现象，精神是念头，没有念头的现象，啊，没有波动的现象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啊，我们通通都在常寂光当中，啊，只是我们见不到它。常寂光是阿弥陀佛的化身，阿弥陀佛的化身无处不在，我们念他，他就现身，我们没有离开他，他没有离开我们，啊，这是事实真相，这是真实道理，一定要搞清楚，搞明白。如是妙义辗转无尽，都在一体之中。啊，这个体是我们的净体。是故圆冲照圆中超所云：闻受体名字，获无量功德。啊，圆中超是小本《阿弥陀经》的注解，受题名字是《佛说阿弥陀经》。啊，超云，超云，如金光明及诸大乘，多作此说。这是举例给我们说明。啊，确确实实，听经的名字就有无量功德。那么，我们本经的经名，阿弥陀啊，是经名呢，又是佛名呢。罗什大师翻得好啊！啊，直接用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做经名啊，《佛说阿弥陀经》。我们此地清净啊，庄严清净平等觉，就是南无阿弥陀佛。经题我们就学到此地，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。第十正摄经文到这才开始讲到经了，那这刮胡里说此为摄门分别当中第十门，第十门就解释经给我们讲经。啊，我们看年老的注解，前面全经纲宗纲领宗旨与经题的总意啊，前面这一大段我们用了这么多的时间
到这个地方呢，告一个段落。那么往下呢，则正入经文，真正的读到经文，分评诸句，连共为我们分了48品。他最初会起，闭关3年，天天斟酌，把五种原一本汇成一本，这一本就是的，这是他最初的汇集本。这里面分品啊是37品，应该他想的是37道品，这样分。后面又经过7年的时间，总共用了10年时间，天天斟酌，天天在修定，10天成就这个定本。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本子，一共分48品。谨以举心限量之言，这是莲公老和尚谦虚。举心就是心量不大了，不能像佛一样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，真心没有局限，有局限的是妄心，有限量的也是妄心，这是谦虚的话，我们是凡夫，局限限量。6章尽宗无尽之妙啊！这部经典呢，字字句句，无论是理，无论是事，无论是境界，无论是方法，都是无穷无尽的，妙不可言的。念老谦虚，我只能在无尽的妙法当中，6章而已，不能全章6章，全章在乎个人。怎样才能见到全？不断去念，一遍比一遍切入，所以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那个见就是大彻大悟。那么解释，一自义先例，以古人的例子，全经分散，全经分为3份。初序分，二正宗分，3六通分。偶耶大师云：“序如手，无关俱存。”用一个人来代表，做比喻，序好像是人的头部。眼耳鼻舌是鼻舌，通通看见，一看就认识他。正宗分呢，好像是身体，五脏五腑。正宗分身体里头，五脏，6腑，没有欠缺。流通分呢，像手足，运行不滞，可以自在的活动。
没有流通就不能活，不能动。以大师之意，虚如手头也，指精之虚分，像一个人有头有手之五官，眉眼耳鼻口，可见其人善恶与之。看这个五官呢，就能知道这个人聪明、愚痴、善还是恶，他都表现出来了。观一经之序品，看一部经的序品要会看，便可知全经之大小偏远。这个经是大乘，是小乘，里面所讲的道理是有限、有局限的，还是圆满的，在序分里头能看出来。所以序分中一定含有很深的文字。经以大师之旨，判分本经如下。第一，第一品到第三品，这是序分。序分三品。第二品，第二是正宗分，从第四品到四十二品，一共39品。这是正宗。从第43品到48品是流通品，流通是六品经，经之三分。亦正如我国经营家乡两家对本经未移本之分判。这是古人的例子。无量寿经只有康僧开的一本，在中国被大家接受了。古人读无量寿经就是读这个本子。这个本子有两个注解，一个是经营加强，两家注解。这个注解呢，都将经文分作三份。那么这个汇集本也不例外。也是用三份。三份当中，第一序分，又序分，复分为二。序分里面呢，分为两分，就是两个大段，一个是通序，第二是别序。本经下联拱，也很用心。序分有三品经文，前面两品是通序，第三品是别序。序品有三品经，流通分有六品。这种样子是大经的派头。这经文不长。看到它的派头的时候，像华严，像法华。这些大经呢，古大的这个分判，序正流通啊。三种都是很有分量。这个经虽然不大，但是也有这种架势。非常难得。我们看通序，又名真心序，注经解句，一切经
通通有，啊，有真心。如天台、于家乡等，以《法华论》，以六种成就啊为真心学。啊，真心学就是证明，让我们升起信心。啊，它不是伪造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六成就者，宗密大师曰：宗密是华严宗第五代的祖师，清凉大师的学生。啊，宗密大师说，第一个是心，心成就；第二个呢，闻成就；第三个识成就。说经的时间啊，第四个主成就，说经的人；第五个处所成就，在哪里讲的；第六个众成就，哪些人听，听众；六缘不具，如果这六个当中缺一个，教再不行，这个教学就不能成就。啊，教学必须有这六种缘，六种缘具足，说必须具六啊，故缘成就。啊，那么一切佛经，不管是大乘小乘，展开来一定有这六种。啊，一真经文啊，证明这一部经的经文确为佛说，真的为佛是佛讲的啊，真实可信的，这叫做真心。本经之前二品说之啊，在这部经上，正信序有两品经文。啊，别序呢叫发起序。这个这一会，佛的法会，好像我们现在办活动、办论坛。啊，这个论坛为什么要办？谁发起的？啊，目的是什么？这都是属于序分。啊，叫发起序。啊，乃发起全经之端有。啊，为什么？以法不顾其，其必有由，注经个别，故有名别序。啊，不像前面正信，前面六种成就，所有一切法会统统有，啊，一个都不缺，别序就不一样了，每一会都不相同。佛这种活动，老人家一生从菩提树下开悟之后，可以说一生不断地在办办教学啊，办活动啊，大会小会，人数多的大会，人数少的小会，时间长的大会，时间短的小会，
啊，我们在阿含经里面看到的，两三百个字就是一部经，小会。它前面也是六种成就。那我们知道，佛说这一部小经是有特别对象的，有人祈请，问了几个问题，佛答复道。啊，小会啊，啊，想办活动，只办一次，时间两三个小时，啊，这一会就结束了。啊，讲经是这种小会，合起来成为一个大会。啊，每天讲，连续讲啊。啊，那么像这一部经，就是许许多多的小会合成一个大会。佛法要怎么行？不讲经教学，佛法就灭掉了。释迦牟尼佛怎么兴起来的？没有一天不讲经。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庄严？为什么那么美好？我们为什么想去？阿弥陀佛，经现在说法，我就为了这一句要去，不是为别的。极乐世界讲经说法不中断啊！啊，所以到极乐世界，我讲过不少次。我们到了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，进入阿弥陀佛的讲堂，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。什么时候出来的？听懂了，听明白了，真正觉悟了，也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才出来啊，出来就毕业了。没有毕业，你决定不会出来。进去是学生的，是我们这个程度，出来成佛了。这一定要知道。啊，没有成佛的绝对不会出来。那么在这个期间当中，佛没有中断的，一切时化无量无边身。那佛化身干什么？到十方世界去接引往生的人，这是佛的本愿。啊，到极乐世界一定见到阿弥陀佛来接你。佛化身呢，去接引大众啊，一切时他不间断的，从十方世界念佛往生净土，没有中断的。啊，所以佛化身接引没有中断。那么我们在讲堂里听经，同样有这个能力，我们也化身无量无边呐、啊。我们化身干什么？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啊！现在叫参学啊，拜佛、供佛、修福、听经闻法、修慧，在极乐世界福慧双修。本身没有离开阿弥陀佛，分身一切诸佛所说之经教，我通通听会了。
决定成就圆满菩提，证得无上正等正觉，回归常寂光了。没有到这个境界，不离开讲堂啊。极乐世界的殊胜庄严，无与伦比啊。没有一样能比得上啊！这一点不能不知道。所以极乐世界之好，好到什么程度，你无法想象。你要真的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一切法相。那《无量寿经》，我只选一部，我只选这部出去，其他的呢，净土经要统统放下。不再找麻烦了。那这一部经跟阿弥陀佛通了，是真不是假的。那非常感激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证明。啊，我们没见过面。他往生的信息传来，在这个时代，高寿第一个，112岁走的，啊，其他的老和尚都没有达到这么高的年龄，那无比殊胜之处，这个老人从他的身上，我们看到圆满的无量寿经，看到圆满的大方广佛华严。真正稀有啊，真正难逢啊！我们有经，又有这个例子，所以我劝导大家，把他老人家的观点当作《无量寿经》的总结来看，每天看一遍，就看《无量寿经》的总结。你看上1000遍。你就会开悟了。为什么？里面的微妙啊，你才能看得到。啊，这就是古人所说的“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”。啊，没有到千遍的，你见不到。为什么？千遍心定了，就是你念到清净平等处，你就大彻大悟。你就明白了，你现在的心不清净，现在的心不平等，现在心里的妄念多，杂念多。啊，为什么叫你去念一念，念1000遍，看1000遍，心定了。啊，要知道清净真心，染无妄心。平等是真心，不平是妄心。啊，心有高低，有上下不平。啊，觉了是真心，真心觉；妄心是迷，妄心不觉。我们用一句佛号，把真心找回来。啊，就是。把清净平等觉念出来，清净平等觉每个人都有，是你自己的真心。
啊，清净平等觉念回来，你就跟海贤老和尚同样的境界。经中无比殊胜啊，没有一个法门能跟他相比啊。我们是无量界修行的功德啊，才能遇到这部经，才能遇到这个法门，遇到这部经，遇到这个法门，凡夫能度，凡夫能一生成佛。啊，无论在什么境缘当中，我们要守住如如不动。一向转念，我们就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一步经，一步，一句佛号。啊，不但我们今天成就世尊，往后九千年末法时期，真正一生成就的就是这部经，就是这个法门，否则阿弥陀佛不会让海贤老和尚来表法。啊，让他表法是阿弥陀佛吩咐他的，他一生见佛多次啊。啊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初祖慧远大师，啊，这往生传上有记载，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一生四次见佛。啊，见佛这桩事情我们在楞严经上看到，大势至菩萨圆通章，菩萨说一佛念佛，现前到来，必定见佛。啊，现前是我们活在这个世间见到的，定中见到的，梦中见到的，感应见到的。啊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我们要深信不疑啊！那么法起不一样，每一部经不相同啊，正信完全相同。列入小本阿弥陀经，不问自述，没有人祈请，释迦牟尼佛自己说出来。那么本经。是因为世尊放光显瑞，阿难起问而说，啊，在第三品里头，释迦牟尼佛放光，引起阿难尊者。请问，如果世尊不放光，阿难就不问了。放出稀有的光明，阿难看到惊奇。啊，阿难是佛的使者，从来没有看过这种，啊，这种的瑞相，突然看到了。向世尊请教，啊，为什么放光？这光什么意思？说出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啊，所以这个是每一部经都不一样，这叫别序啊，经经第三品顺治啊，第三品就是。本经的
发起虚。啊，前面两品，特别是第二品，德尊普贤，内容非常丰富。啊，无比的殊胜庄严。啊，德尊普贤呢，让我们明了极乐世界原来是普贤菩萨的世界。啊，普贤，华严经上的上首。啊，毗卢遮那佛的心思，啊，华严会上的大菩萨了。第一个是普贤的，文殊排在第二了。啊，所以慧默神居士把普贤行愿品放在净土三经后面，称为净土四经，有道理。这个没错。印光大师将大势至圆通章这一章取出来，放在四经后面，变成净土五经。还有没有地方再可以放呢？没有，不必了，圆满了。啊，净土无尽一轮，一轮完成了。啊，我们在无尽一轮里取一种就够了。古大德多半取阿弥陀经。这个本子出来之后，我觉得他讲得太详细了，太清楚了，真的让我们断疑生信啊，真的会让我们发起无比殊胜的大愿，愿生净土，愿意亲近阿弥陀佛，不再走岔路了，不再去搞别的法门了，死心塌地，啊，一不净，一不住净，一句佛号，保证我们这一生圆满得生净土，亲近阿弥陀佛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